你若愈熟悉上帝，恩典会愈大；你若愈熟悉魔鬼，你看起来即马真兴盛，总是你会慢慢发现，讲过几年后，一寡不幸的事会一直发生伫咱生命中间。啊，你知吗？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圣经吼、哦，你袂使讲无上帝的话，你一定爱甲主讲主帮助我吼、哦，无论搁较安怎，我都要读啥物，读上帝的话。我要求上帝的话来帮助我，让我伫生命中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长吼、哦。有一天我在读圣经啦吼，我在读圣经，那忽然间呢，读到一句话，我讲，足骄傲啦吼，这个骄傲，和我对这个世代的看见吼，我开始帮助这些同工吼，帮助一挂人吼离开一个物件叫做 Facebook， 你注意听吼，是哪里讲？你敢知影？圣经那些讲。隐藏的事不可泄露，那是王的荣耀。很多隐藏的事是不可泄露，对吧？哈啊，你都给泄露啊！如果不可泄露的事，你泄露的，你会留下什么遗憾？你一生会留下遗憾哦，你也留下遗憾呗。你起码得讲啊，起码哈啊，起码讲安尼啦哈。韩吉，你有跟哪些人恋爱过无？哦，阿弟嘛，你尊崇你家啊，青菜啦吼，嘉玲安尼吼，我招我者吼来，我想你嘛是足爱嘉玲嘛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你讲，你讲对。啊，嘉玲话你无来，我唔知啦吼，啊，我唔知啊吼，哎，对，跟你唔注意对对对。我来，啊，睇韩吉今晚都介交往，啊，忽然间铺一个物件，我稳定交往中，甲嘉玲，过三个月，你甲看啊吼。嘉玲无爱呀，人把他的 Facebook 怎样取消了，对吧？哈，我问你，你也对嘉玲的未来造成遗憾没？将来人啊，你找嘉玲的资料就为 Facebook 去说，哦，高贵韩籍，高贵建制，啊，你有凄惨不？哦，等我到底这时，我才发现讲，主啊，救我，救我们教会的同工，我们很喜欢在 Facebook 上乱骂乱写啊，大家都跳进去，有没有？开始按赞啊，讲这个丢，讲这个唔丢啊！我滴讲，有死到了无？有死到了无？都留在咒诅当中。佮真偌久，佮一个囡仔佮较大胆，写 Love Jesus， 刻字刻到遮，对唔吼？啊去含伊个男朋友拍伫海边拍比基尼，啊两个拥抱亲吻啊，泼在 Facebook 上，对唔吼？有可怕无？啊我讲会不会留下遗憾？伊个讲这叫年轻。我就被打败了，我真的被打败了。我，你讲，等你读一个微调，你就会慢慢的脱离这种瑕疵，脱离这种捆绑，有没有？我嘛就爱饮酒，你两个不是我的对手。总之，等我知影讲不可酗酒了，我就怎样？我就离开他。对不对？每次看到他就看到魔鬼，然后呢？但是你看看有困难不？这困难啊，真的很困难，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，对吧？请问你，明仔载要这几天要搁开始有一个6亿外嘛？有吼？有迄个大家乐嘛？有无吼？哦，是什么乐？哦，大乐，我唔知什么啦吼。哦，你看我心动，看不起来？你会发现到在我们里面。魔鬼撒旦总是会占着一席之地，我不是叫你魔签啦，你在上帝叫你签，你知吼？你也发现讲，始终被压过一块诱惑，真的非常非常的难。总是如果有神的话，神的威体在里面，也加着你的生命，加着你的困难，加着德行的困难 ，Amen。加着这德行的困难，它会成为一个得胜的能力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哦。第后礼拜我要跟人讲一项事，就是到底咱的家族有到底有偌济问题？你敢有？你真正伫你家庭的中间，你去想看卖者吼，有家庭的偌济罪孽的模式伫你内面，伫家庭的内底有偌济家庭的爸母的 DNA 伫你内面，到底魔鬼撒旦伫我的家族的内面有起着什么灵来捆绑我，和我永远袂离开？是伫我的内面，伫我的内面，伊到底起着什么款的坚固的灵力，把我拔掉咧，和我的家庭陷入伫咒诅中间？我变惊罪，读到这项书。就是什么神的话，神的话，我最后个讲几个吼，你可能会了解。
魔鬼撒旦在这个时代的少年人去做一个扳断的灵，有下面吗？台湾的失业率讲4%外，有无哈？工厂敢请有人？请无人？是啊，这青年人是对，拢伫处理，你创啥？拍电脑？老爸老母爱负责任无？等于悔改，对吧？囡仔惊伊食苦，唔甘伊洗碗，唔甘伊洗拖，唔洗拖脚，唔甘伊洗衫，拢叫伊读册，读到尾啊，伊怎啊死伫迄个内底？有真侪人去到工厂，看到工厂咧做工，啊，就惊着啊！我知影我妈妈失败过，我老爸买一个土地给我，讲叫我去扫草。我真正去到遐，看我老母咧扫，我嘛对落去扫，规个爬无啥五分钟，太阳一晒啊，头昏啊暗。啊，头昏脑胀啊！我着伫遐，我老母着讲，我你是安怎？我甲我妈讲，我拢袂习惯，我即要婚姻安尼。啊，安尼你莫做，你倒倒边啊倒，我插一个雨伞，你说，我感谢主。你好哦，我看我老母伫遐咧烧草，我甲今仔日记忆犹新啊！我想着即幕，我着流目屎。我若遐扳断，所以我甲主讲，主我无要搁扳断，我要勤快。足侪人讲我过动，毋是啊，是我对我的扳断的反省。把那个咒诅斩断，现在孩子都加做一个灵界的捆绑在那个里面，它孕育着什么？我的老母的，我的老爸老母跟他共赢啊，我在家里看什么？看电视，你再看魔鬼有没有厉害，让你就是失智，没有未来，你回到家里啊，一接着电视就哭哭哭哭哭啊，你看什么？不知道有吗？有吗？有的人请下去我看看，我看整教会吧。你感觉想到讲，爱的时间，我来读神的话时，我生命敢会重新的改变，会无同款？现在，脱离了灵界的咒诅，脱离魔鬼撒旦的手，我今嘛咱入到神的话，上帝讲，伊要祝福咱，伊要回复咱，伊要让咱成做伊的子儿，伊要让咱得到属天甲属地的丰盛。你就要相信，你要离开你过去所有为老爸老母、为家庭所来，甚至为家己所来，这些东西既然不属于上帝，你都要把它放在一边，你跟主说，主我完全属于你，对我说一句，主我完全属于你，主耶稣我完全属于你，我是上帝的子，家庭的罪、罪孽、跟咒诅都不离开我，在我家庭的内底，财务的丧养，破病，不娶不嫁不孕，意外事故，早逝，精神病，流浪无居所，失败，拢离开我，让我真做上帝的子，我是荣耀。是丰盛，是正面，是积极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三个来祈祷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知影一个人的罪，会成做未来家庭的救助。也有可能会成做地方的罪，等我们读到台北，读到哪啊伊的子的故事，我就知影有真侪罪会影响国家、影响民族、会影响社会。祝各一届求你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予阮离开阮家庭罪业的模式，予阮斩断。所以一切不好的 DNA， 和家庭的灵界捆绑，家庭坚固某个撒旦的引力，家庭的救助拢要离开，和阮所有人要伫主的内面，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自由。主你讲你的话就是真理，就是活命，就是道路。你的话要还得到自由。主，阮会再去和阮搁一届思考。我有这些罪的人，我都要在主的里面得到自由。主，我们
奉你命来宣告讲，所有属于你的拢是健康，因的灵命拢兴盛，因所做拢顺利，每一个家庭拢免领受属天甲上帝的荣耀。主祝福我每一个人。伫这时阵，我要将金钱奉在你面头前，愿意来接纳，也祝福这家奉献地的人。我来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也祈望咱来奉献。感谢你，让阮奉献金钱的面头前，愿意接纳阮的奉献。既然阮所奉献的，主不是干那接纳，你要千百万倍收进阮家庭的内底，也祝福这金钱，将在主你圣国的路用。也，就是该求你祝福，今日所服侍你的人，因拢有节节稳定甲福分。安尼祈祷，可以所祈祷的名，阿门。哎，今麦个即个家己别人请安，愿主的平安跟咱三个同在。请咱起立，啊，咱要来唱最后一首诗歌。
话，一声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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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啊，你今晚忙哩一句一句到三个基督讲，主耶稣。愿你救赎我，让我脱离了罪，脱离罪孽，脱离咒诅，让我活在你内面，让魔鬼撒旦无法度侵犯我，攻击我，败坏我，也因为我信靠耶稣，我甲我的后代。拢要得到上帝的恩典甲福分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神的。